欢迎各位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曼联球星斯朗拿度在卡塔尔世界杯举行之前为球坛投下一颗震撼弹，没被列入曼联对阵富咸的比赛名单的斯朗拿度在接受 Top TV 的一个访问当中是透露，他在回到曼联之后被球会背叛，被要求是离开球会，同埋佢完全得唔到主帅坦哈格嘅尊重。同曼联嘅合约将会喺明年夏天到期嘅斯朗拿度喺访问当中直言，不单止主帅坦哈格，球队里面还有两三个人希望佢离开。佢感到被球会背叛，佢意识到有人唔想佢继续留喺曼联，而呢个事情喺上赛季已经发生㗎啦。喺上个月，主帅坦哈格表示，斯朗拒绝喺对热刺嘅一场赛事当中后备上阵。他在那场赛事的比赛末段直接离开球场回去更衣室的。而在随后曼联对阵车路士的赛事，坦哈格就将斯朗拿度排除在大军名单当中的。斯朗在这个访问当中直言，他并不会尊重坦哈格的，因为他没有得到对方的尊重。在这个访问曝光之后，不少的红魔球迷对于斯朗拿度的言论感到不满，并且呼吁曼联是和他解约的。根据天空体育的了解，主帅坦哈格同埋曼联嘅队友都对斯朗拿度嘅言论表示极度失望。我系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嘅赛事。